这道题目记一下啊，很重要。陈小希，怎么又是你？到我办公室来。陈小希这个样子，怎么还有个学生的样子？作业嘛乱七八糟，上课嘛发呆睡觉。我就没见过比你还不像话的学生。郭老师，其实你别看陈小希，刘老师你别劝我，我今天非得好好说说他不可。一会儿他爸妈来了，我还得跟他们好好说说，绝不姑息。哦，陈小希的父母是吗？啊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这边请。你好，你好，刘老师。您好，您好，快坐，快坐。嗯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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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坐，快请坐。哎，真是不好意思哈，劳烦你们跑一趟。我前段时间还跟陈小希说呢，找个时间啊，要和你们聊一聊。啊，小希啊，你跟老师说过了啊？两位家长先看一下这个吧。啊，这是陈小希最近的数学作业。我知道这段时期对学生来说可能会比较困难，但是他最近的学习态度确实是一个问题，上课不是在发呆就是睡觉。老师啊，我知道什么原因了。啊？这段时间呢，我们正准备给孩子转学，可能他一时半会儿没有适应过来吧，是因为这个可能情绪有点波动，对对，才会这样的。转学？我们在这晨曦中学呢，这上了也快一年了，你说这考试成绩是一次不如一次，这关乎孩子的将来的问题嘛，我们做家长的也挺担心的，所以说就想给他换一个环境试试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七班还有些数学卷子需要改，要不班主任你先和两位家长先聊聊，我去改卷子。那你忙忙。嗯，其实陈小希呢是个好孩子，真的是个好孩子。您二位也不用着急，我觉着呢，这个高一的成绩啊，它不能代表高二、高三的成绩，也不能代表高考的成绩。有些孩子他慢热，所以呢，他开窍比别人就晚一点。到了高二呢，他只要稍加努力，哎，后来者居上了。如果现在一定要给他转学，那他可能还要花时间适应一个新的环境，说不定得不偿失呢。刘老师啊，就听你这么一说吧，好像也有些道理哈。不过他爸都已经都联系好了，我们就差办这个转学手续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哦，那行。陈小希又被叫办公室，好像这次还被叫了家长。你说他这周怎么那么倒霉呀？他要转学了。转学？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为什么呀？哎，不过最近好像每个老师都挺针对他的，换我，我也受不了。不过刘青山倒是很喜欢他。那个刘老师，有事儿啊？啊，那个有吧？什么支支吾吾？快说。那个，江晨说，江晨你说。您知道陈小希要转学了吗？陈小希？啊。转学呀？啊，对。我去看看去。哎，是。哦，江晨是我班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一定转达。好，再见。老师啊，哎，你刚才说的是江晨吗？对，他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呢跟江晨啊是住对楼，然后呢跟他妈妈关系还特别的好。如果江晨有什么事情你需要我帮助的，我跟他转达一下。是这样，最近呢我们学校附近出现了好多专门勒索学生的这种社会青年啊，
江晨呢就看见了，所以报了警，而且还拖延了时间，帮着公安人员呢把人给抓了。这不，公安局通报了教育局，教育局专门打电话来表扬。哎呦，江晨这孩子真好啊！你看我们学校教出来的学生多正直多聪明啊，这事儿宣传出去了，肯定大家都想转来我们学校。谁要转学呀？刘老师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啊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，也姓刘。这个呢是陈小希的父母。你好，你好，刘老师。啊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坐。我说几句。好。你们总说陈小希学习不好，这不好那不好的，我不认同。而且这些话我也不爱听。不是他不好，是你们没看到他的好。首先，陈小希在美术上就很有天赋，你再看看这个人，开朗、善良，多好的孩子呀！是，没错，他现在学习成绩没上去，但是我相信他，他楚庄王不也是三年都不明，一明就惊人了吗？刘老师，谢谢谢谢。刘老师啊，这理是这个理啊，但这个学业毕竟是件大事儿。这样吧，咱们几个大人别你来我往，你一句我一句的了，听听当事人的吧。嗯，陈小希，你说说你想不想转学？刘老师，你刚让我来拿语文卷子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卷子在桌面上呢，把作文本也带回去。哎，对了，这次陈小希的作文写的太好了，哎呀，进步真大。走吧，帮我拿语文作业。哎，小希啊，话都没说完，你干嘛去啊？不要转学。小希，小希，你快点儿。转学了，我们学校现在很好，老师也很好，朋友们都对我很好，我决定留下来了。哎，你这以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就是啊，你这学习成绩一塌糊涂，你不转学怎么行呢？是啊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，我这次期末考试一定好好考，考到班里前十五。不是十五名。就你啊？这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我要是考到班上前十五名了，是不是就不用转学了？这不可能！这妈爸，这不可能啊！关键啊，是好孩子，有骨气，老师看好你。妈。陈小希，快点。好嘞。我听说你把小混混给抓起来了，是因为我吗？没有，我是为了除暴安良。那我就是那个良。我最近老觉得有人跟着我，是你吧？你肯定是看我被小混混欺负了，所以就每天上下学暗中保护我，对不对？你的想象力能写一本书了，快点。想快点就载我嘛。不带。为什么？重。重那是甜蜜的负担。陈小希，你脸皮呢？
班里13名，陈小希，你学霸的狐狸尾巴可算露出来了。我要和你绝交。同学们，我以奶代酒，祝贺陈小希同学挤进学霸的行列，祝贺江晨荣获见义勇为称号，同时也祝贺我们共同的选择理科这条泥泞小路。干杯！干杯！我好像还是很喜欢你。你不是转学了吗？什么？就是他，说你转学去长沙了。我转学了。你没有吗？你说呢？好像没有。他有话跟你说。快上课了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们再去问问六班胡一天在不在。